Hello， 我们今天来开箱这个全家的福袋啊。我们这个左边这个福袋呢，是来自新北市的店家，右边是我们台北市的店家。我们来实测一下这两个福袋呢，内容会不会是相同的，或是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我们来实际看一看看喽。好了，先打开的是左边这个新北市的福袋啦。里面一开始呢，这边就会有一个像是红包袋的地方，然后它这边有 ，OK， 它这个里面有头奖 Lexus， 还有其他的奖项，那后面的话有总共27奖，然后红包袋，我们等一下再开，里面第一个呢，哇尖的，然后。乐事小饼干 ，Pocky， 这是什么？哇哦，这个是 Ryan 小熊的袋子，小袋子。旺仔小馒头，统一肉燥面。然后泰国的牛奶片，哎，可口可乐，还有筷子，是什么鬼啊？还有一个 Hatchu， 这个是草莓口味的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开台北市的福袋。哇哦，哇尖，葱烧牛肉面，一样有 Pocky， 一样有这个泰国牛奶片，一样有可口可乐。哦，孔雀饼干小包的哦，一样有 Hatchu 草莓的，然后哎呦，比菲多的益生菌软糖。好，各位观众可以看到台北县的福袋呢，东西好像比较多哦。那右边呢是台北市福袋。看到不同店家送的东西大同小异啊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红包袋是什么东西好了。序号专区有个抽奖序号啊，这个不能给你们看到啊，哈哈。再来是 KKBOX Prime 的10日体验券啊。福袋呢就到这边了，先这样子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